饿了，太大。大家欣赏的是楚一所带来的民俗舞《春晓雨丽》，天刚破晓，俏皮的村姑手持的斗笠呈现农耕欢愉。Get out of here!
面呢，闲暇时刻呢，哇，这支的舞蹈呢，带出了我们的云林啊。那其实呢，云林呢，很多朋友也知道，在我们的灯会里面呢，是去哇，他就曾经呢，荣获了台湾建筑奖哦，在2015年的台湾的这个建筑首奖，哇，就是呢，最棒的一个肯定了哈。其实小云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今年的主灯呢，凤凰来仪主灯呢，其实呢也是这个环保以及省电的材质哦。因为呢，你只要看到我们这个凤凰的这个机体呢，其实是用这个19000的这个回路 LED 灯来打造的，而且里面呢，你所看到的就是上面呢，我们也希望这个主灯上面来做呈现的。对呀、啊，太棒了。那当然呢。所以我们团呢，我们的今天的舞马呢，再再的呢，显示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彝族舞影。哇，这个呢，特别的这个族群呢，彝族呢，做了火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舞衣啊，辛苦呢会来到了舞台上面，希望呢，我们能借由这个火红色舞衣的这个。Thank you.